また小さくするわよ。哎，TS 跟 Omar 安安，晚安。JCQ 晚安。那香菇怎么死掉了？哎，香菇怎么不动了？蚊帐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bug。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今天那个，还好啦，只是长得有点像巨人而已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可以。没有，我聊天是要等一下才会出现，聊天是会晚一点才会出现。这样吗？哎呀，糟糕啦！哎呀，被吃掉了。原来是抓比较下面，你可以洗一洗，把它洗下去。马里奥被造水桶哦。哎，怒火丸那块倒是没什么印象。哎，你干什么啦？你急什么？看一下、哦啊。我忘记这关怎么过。其实那时候有玩过这一关哎。我要先讲，我绝对不会是因为今天 FF 14在维修，所以我跑来玩这个。我绝对不是因为 FF 14在维修的关系，我必须要声明一下。我本来是说让他往下冲的，说看一下，这样吗？好，出来了 ，OK， 谢谢怒波。看一下哦，哎，好，我没有让他跑哦。好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还是卡在那里呀？画面有了吧？有啊，我应该其实应该抓黑字比较好，等一下哦，这样有点淡。
抓黑色看看好了。啊，靠北没字了。抓零的话嘞，好像抓十好了。对啊，可是奇怪，我这边退学的黑字，为什么他会抓到白字呢？为什么呢？难道是用黑的吗？可是用黑的这样吗？这样变成哦，这样变成白底黑字哦，它黑底的时候会自动变白字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好了。我们今天就先，因为我 XChat 聊天室挂掉了，对，所以我就先暂时用这个顶一下吧。主角是一颗香菇，对，主角是一颗香菇。我今天要暂时用这个先顶一下。安安，午安，午安。冲啊！哎呀，为什么怪物掉不过去？哦，可以消掉两次哦。啊、对哦，两个都可以消掉。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怪物冲过去？啊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去吧。Go go go！ 我知道，再声明一次，今天绝对不会是因为 FF 14要维修我才玩这个，我绝对不会是因为 FF 14维修的关系。啊，在干嘛？这边可以干嘛？また小さくするわよ。那、啊、雨有什么用吗？试试看。哦，他们被雨喷到会死掉。哎呀，我居然不小心就过关了，哈哈哈哈！啊，靠北我也会死掉，林老师。看我错了，我以为他们会死掉，原来我碰到雨也会死掉，这什么烂游戏，混账！哎，可是一开战一定会淋到雨啊，我怎么不淋到？哦，走哦，上面的雨滴不够大，所以不会有事。那就是把下面两个清掉喽，他们两个死了，然后我走这边喽。哎，也会啊。哎，哦，我白痴啊，我知道了。Risk on。安个玩，嘿嘿，高手，耶！我觉得那个，我一直觉得那花长得很像巨人，不知道是我的错觉。这个要怎么走呢？啊靠！啊不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！不要！我把你挡在上面，不让你过来。哼，过不来的。午安，午安。不败之身，快跳！香菇，你快跳！我等你跳，我等你学会到跳那一瞬间，我们就赢了。快，香菇，我等你学会跳。还是香菇，我是香菇，一点都不给力。第一个就收工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哦，这样子，然后，那一块要清掉嘛，
是它会是变成往右走的，往右走它会下来，一样会摔下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栽啊！嘿，刚好挡住他。算了，再一次。大概差不多这个时间点，他刚好会撞到墙壁回头。啊！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再早一点。好，这个时候应该就刚刚好了。撞到墙壁，好，再快一点。哎呀，还被扣了一下脑袋，好痛啊！摔下去就算了，吃了一记闷棍，好惨。安安晚安。好，早一点安，这个时候就安吧。哎呀，为什么这时候你又跑那么快？真的是这样过吗？我的方式应该没有错吧？依照我们这种头脑派玩家的玩法，应该是没有错的。这个时候吧。哎呀，又被烤脑袋啦！啊啊！耶，抖动的香菇。刚是拿魂砖叫我边走边清的。不，我这个方法才是正规解法，我这一定是正规解法，相信我。嘿，你看，哎，糟了！哎呀，糟糕，我忘了修这一块啊！你等一下，小姑，不，我忘了把这块按掉了，不。这叫高智慧解法，你们不懂啦！可恶！哎呀，又被烤脑袋了，好痛！哎呀，又被烤了，我再找半步。哎呀，你为什么？哦，低智能香菇，哎，气死我了！嘿，哎，哎呀，为什么？哪一格先消掉？不，我这个解法才是正确的。我坚持，我的解法是正确的。嘿嘿嘿，耶，超强！我知道可以先消掉啊。好了，这关简单的，那我就不演了。啊啊啊！那我没说。哎我，哎呀！快过了说。耶，过关，轻松。干，为什么 FF14 要维修到半夜3点？王八蛋！哎，我哎，香菇在哪？香菇嘞？哦，香菇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嘞，这一条可以消掉是吧？哎呀，糟啦！摔死你！
摔死你！摔死了吧？惯性。哎呀！用惯性，用惯性，你们都没有好好学物理。惯性有没有听过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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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坚持惯性一定可以成功。我物理学得好，我们要相信爱因斯坦，不，我们要相信那个牛顿。偏偏这香菇居然没有惯性，不合理。哎呀，好吧，你就可能他的那个伞会卡到边边，然后就可以爬上来啦。我想一下要怎么过。这个石头挡不掉。要，因为要等一下开始左右动嘛。那如果左右动的时候，这颗不要削的话，所以想办法让它到我的左边吧，因为我要往右走。它如果往我左边的话，看一下好了。嘿！哎呀，我会在空中互碰不会死的，我错了，他还拉了一坨屎。还是要先消掉，让它往左走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来看，我超简单的嘛。搞定，耶！噔噔噔噔，摔死你！哎呀！哦耶，又卡住了！啊啊！我干什么？哎呦！好，先走吧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怎么处理？哎呀，那要怎么过啊？难道要硬 A 流吗？在走过去那一瞬间消掉吗？不可能吧！坚若磐石。
走过去压很长哎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吧，走过去压。他走到这里吗？右边这个、啊，那我低智能，对不起。哦耶！看我低智能，怪我喽，混账！这些人，哎、欸，这黑色可以消，黑色不能消。嗯，这会怎样？哎呀！啊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哦，这样就好了嘛！真是天才。这边的话，虽然我是有硬 A 解法啦，砸死我自己的香菇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砸不到了！你们不觉得这个花浮化之后很像巨人吗？晋级的巨花。应该让它掉下来吧。哦，我知道，这种游戏另外一个精髓就是从后面往前推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打开来。这个不能开，这个开就收工了。然后。然后这边要过来的话，哎呀呀，失败了！哎，黑湾。不然走上面吗？啊，干，上面不能走啊！哎、欸，哦，再一个，哎、欸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刚刚还是过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过了，过了就行了，过了就是赢了。这个大妖怪，点你头。啊，然后这要干嘛？啊，我知道要干嘛。哎呦哎呦，对，重要是结果。说得好 ，PK 虚空，你说的真好。重要是结果，我也这么认为。能过关就是好关。为什么 FF 十四还在维修呢？我今天每天都要说一次这样的话，我实在是太怒了。嗯，回路，原路往回推，这就是玩这种游戏的精髓。Mm-hmm.
我跟米娅说这干嘛？你有毛病哦你！你们有毛病，你们有毛病，有毛病，有毛病。哎 ，Prescons， 安安，晚安。哎，富林，晚安。哈哈，过关了！我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哟呼！啊，大家失出了。我本来今天想玩一下那个艾斯卡的，可是后来觉得有点累，就翻翻电脑，一找到这个游戏了。因为 FF 14在维修中，很重要，所以我要讲三次，因为它在维修。对。这样过来，这样下去，撞到这里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呀！靠！我觉得我好像在自掘坟墓哎。一开始挡住，他会往右走，然后让他往下吗？把他卡在这里吗？啊，好吧，试试看这样吧。应该会比他快吧 ？OK OK， 可以，没问题。这边很多莫名其妙的小游戏啊，那之前抓的一些没有啊，本来没有打算要实况，这什么鬼东西？先看看会干嘛？想干嘛？会干嘛？啊，只是走来走去吗？切，吓不倒我，我只是蟑螂罢了。你为什么往右走？干！我是要你往左走啊，混账！这次一定要开嘛。然后这次开了之后，要走左边吧？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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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烦不用麻烦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。哦，这样也算，吃你个边边！这可能要掉下去。